心血来潮拍套写真，我特别喜欢美人鱼，于是自己带了条鱼尾来。谷子摄影工作室的小姐姐们超级好，冬天下水有点激动，狰狞的表情，首先看看人鱼必备夜明珠，然后聊水，吐个泡泡，最后把头埋下水，睁开眼睛，就是鼻子有点强，然后动啊动，动啊动就完了。因为水下听外面的声音很小，摄影小姐姐们就只能大喊。接下来看看成片吧。